但即阵要伫美国嘅凤凰城去工厂设厂，严格规定是真未顺。第一期四纳米嘅晶圆厂本地伫明年要量产，不过即马已经要延到2025年。而且台积电毛安生讲要对咱台湾派500员工过去遐，不过这是引起当地不满，当地工地工会有阻挡。凤凰城市长有专工去了解状况，严格并无答应讲会到三工来协商。美国凤凰城市长凯特·盖雷戈进前特别参观台积电伫美国的凤凰城厂区，由台积电美厂经理甲执行长王英龙来接待。引起外界注意的是，台积美厂设厂进度延后，甚至甲当地工会对呛。凤凰城市长是不是倒三工协助呢？台积电目前的问题其实就是在工会这个环节上面，所以说市长既然没有办法给予相关的承诺，或者是给予具体上面的协助的话，那么其实就是宣示意义大于实质意义。凤凰城市长凯特·盖雷戈发文指出，为位头开始建立半导体制造工厂不简单，咱有原地的支持，台积电招聘加培养人才来建立加营运这尖端设施。做不平靠承诺，要如何协助台积电解决甲当地工会对立问题？专家分析，因为美国多要进入总统大选，加上台积美厂在亚利桑那州是属于摇摆州，无论是美国总统拜登或者是亚利桑那州州长拢是民主党，因为选票考虑，可能甲工会协作会争取选票。台积电为解决设厂问题，为台湾要调500员工来安装设备，煞予当地工会阻止。其他专家分析，若美国政府无法度介入协调，要靠台积电来沟通。他们一定会比较站在工会的那一边，因为工会的人才有选票啊。台积电是没有选票的，所以这是要怎么解决呢？台积电要做更多的这个国会的沟通，政府的沟通。那当然这个也要很低姿态，还要更快速的了解美国的文化，所以这个只能加强台积电的管理的技巧。专家建议台积电美厂设厂进度，第一期厂区要继续起，才袂伫资金无回收的状况之下影响财务营运。第二期的三纳米厂区，上好解决工会甲美籍工程师等文化差别了后，才去起，才袂造成负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